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就在这时，带俺问问土地老儿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免速。你是觉得我不杀你是吗？你跟我拉拉扯扯的，你跟我拉扯什么？你也配？全军出击！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你跟我拉扯上了。来个女神之力，能翻108000里。你还能补这兵吗？有妖气。哎，他就不怕我上去一个EA把他杀了？我就差一秒。中国有句老话，叫做不打不相识。去找找螳螂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的哥，这你干啥来了？你干啥来了？有技能呗，可以，我摸，哎，双杀回家，舒服。这兵也不算太亏吧，我有这么多兵没吃着呢，都没吃着，一个都没吃着。这螳螂不得过来干我一下子，螳螂快点来，非得抠上来，然后呢把自己闪打。
小兵漂亮。你不补兵，补兵就不补兵了。嗯，皮别掉。皮掉了。你想跑过这包女儿是不是不太行事儿？这玩剑姬的都这么狂吗？我咬的，死定！你今天必须得死，你不死不行事儿，你必须得死。这打扮就架子用啊，此地不宜久留。那六杠一怎么才八杠九呢？还追呀？你怎么不追了呢？你追呀，你追追一半，我把你杀了。正好创啥不就上了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那螳螂反野上瘾呢，可以。我就没明白，咱都一杠四了，你说你为啥还想着进攻呢？不防守一下子？长得好像我一杠四。
确实给我的。是看我差钱要给我一个呀。本来想出个布点鞋，没想到补了一个死亡之舞。级有点低，先升升级再下去。现在的我们打房子应该是没啥问题。这就拿了又能怎么样？怎么的？有人还敢守啊？谁敢守啊？这野区谁敢来？我就问一下子，这野区谁敢来？有没有敢来的人？敢飞，小螳螂，欺负我们家 ADC 去了，那不行啊，那不行，那哪能行呢？176。继续啊，把这600拿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杀你，你有脾气，我打不打？打死他！快快快，回血！
哎哎，啥？好脏！打个黑贴再回去，差400块钱。魔切得了，魔切也行，魔切差个鞋。这把来个西地鞋可以。魔切2500，2500再加800。2500加800等于多少？对，加600，那够了。来一个吸地鞋。主要这把没啥空啊，他们家这猴冷却时间太长了，我出个吸地鞋能够减多少吸地？我一个大招给我减20秒，我一个 W 给我减4秒，我这收益大了。干啥呢？格莱本这么狂吗？别杀我，我不行了。